你们这个录多久了？就这个，你说从第一期开始，两年多了，就一直是大家在一块玩，吃饭聊天，不计其数的差别吧，聊的也差不多，也不是差不多吧，就是有很多相似的，因为你想人和人之间聊天有一些逃不开的话题，旅行啊，朋友啊，家乡啊，但是每个人聊的都不太一样。那你俩还有新鲜感？有啊，因为你们的回答不一样，人都不一样，人不一样，人不一样，差很多，每个人的想法，每个人和每个人的就是想法，有时候聊一个话题，想起来上次坐在这儿他是怎么说的，我要聊到旅行的时候，我脑袋里只有那个谁，伊能静，对，就是我感觉你们这个节目的利益肯定是。就是像一个乌托邦一样把大家聊的，按理说是的，对吧，好玩的地方，对，聊聊聊，但是现在录两年多还快乐吗？有的时候快乐，有时候很快乐。那采访他俩，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你说它像一个生活类的节目，但好像又是一个访谈类的，对，它介于两者之间，感觉它还是以人的说话为主的。但我觉得不用做游戏，不用找、不用搞这个，就真的太好了。你不喜欢做游戏？我们不喜欢做游戏。我们做过游戏，也做过游戏，也做过游戏，不是很成功。但就是躺着在一块聊天最舒服，或者其实是做点什么真正要做的事情。就比方说，做饭呢，或者是烤冷面啥的。对，自己在家烤冷面啥的，挺快乐的。我录花少的时候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我们真的在一块躺着聊天的时候，就特别舒服。你考虑吗？自己做一个这样的节目？因为我之前特别想做一个聊天类的节目，就是去陌生人家里聊天。那很难。后来我发现，真的这个事儿太难了，真的很难。谢霆锋老师的烤肠拿出来。洋葱、香菜，你们都吃吗？吃。葱花、香菜都是。还有辣条。洋葱得切末吧？对，切呗，那就。玩。需要帮忙吗？哎呦，哦，你真的在嘴里含了一口水，就不流眼泪了，我试试，我不含，我试试，完我再含，我看看前后的区别。你好奇心还挺强，哎，你就含着水跟我说话，我看让我来进行一些猜测。原理是什么呢？含一口水，是因为你就不能用嘴呼吸了吗？或者是某个通道关闭了啊？咽下去了。那我赶紧再含一个，再含一口吧。是这样吗？哎呀，来了啊，上劲儿了啊！哇！不行，我也含口水。够了。来劲儿了，上劲儿了。快点，我感受啊。咱家有水瓶子吗？水瓶就能滋水那个。够了，够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这种。可以可以。好家伙，你俩别说真有用，够了吧？应该这样就行了。有点用，给自己切够。行，那我把这往这边涮点。哎呀，不行，一不含水又不行了，真得含水。完了，这水让我咽了。再续上点。哎呀，哎，这是咱啥扎的？哎呀，不行，我这个，哎呀妈呀，踩狗了。开始了，撒点油，就是让它别粘锅了就行。这啥油啊？花生油啊。差不多，看我有点忘了咋做了，要不复习一下？上网？上网复习一下呢？查一下呢？没事的。我知道，肯定没事的。
我说你就上网查一下子。好的。不行的话，硬想想不起来的话，再想起来，拿电话去啊。我觉得差不离了啊、哦，我一会儿也想尝试一个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烤冷面。为啥你俩这我整的还挺紧张？看我学习完，我俩一会儿也做一个烤冷面，崩开了。哎，我要愣做一个行吗？行啊，行，就愣做吧。啊，就是把那些东西放在一起，对啊，完了卷吧到一起嘛，很简单。而且我感觉这个怎么来都熟了。对啊，你就来吧。有点糊了，嘎巴锅了。你们真的要照片上吗？啊，好紧张。别紧张，紧张啥呀？油先放。有给事儿吗？你像做手术似的。我两边有两个护士，帮助你。那个这，来，你看得有还有配人旁边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是这劲儿啊！哎，你别说，这意思对了。要啥孩儿？我来一个加肠的。鸡蛋给上鸡蛋放哪儿？鸡蛋呢？在手里呢。鸡蛋这儿呢？啊，我真忘了咋做的。没事，是吧？肌肉记忆，慢慢来，打吧。哎呦 ，Hello！ 哎呦，可以。拿手啊，拿钳子。哎呀，对了，我觉得差点。就是那点意思啊，菜啊，这是呢，哎呀妈呀，上来就葱花香，刷着搁这儿呢，呀，刷，不着急不着急，火小没事儿，呀，甭管，肠咋还有啊？肠有，还有，快给夹着，给我一个，我给你把这整过来，搁这儿了，那咱酱呢？那儿呢，酱在这儿呢。就是刷吧一下，这咋还比划上了？看就好吃。嗯呐，哎呀呵，有这意思了、啊。长得像烤冷面哈、啊。像了，就是它。嗯。嗨，别着急，肠子啊，这结实，这肉肠，咱这都是。对。哎呀，就是它。哎呀，像那么回事啊？像那么回事啊？行啊，哎呀，可以，哎呀呀，你别说，好啊，真行，上怎么回事啊？可以，来拿盘儿，来盘儿，上个盘儿，这不大好切，这加油吧，茶，哎呀，真好，哎呀，这老公，哎呀，行。哎呀，我天！哎呀，是，活活没死。哎呀，行，来，先尝尝。来，朋友们，品尝。你们先尝尝啊，我清清锅。怎么跟那么回事似的？你先来尝吧，你先别清锅了。给，来。烫不烫？不烫。烫吗？嗯，那个味儿。是吗？烤冷面味儿、嗯，真的吗？啥？哎呀，那味儿，那味儿啊，不错。哎。你姐现在有对象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曾经见过她对象吗？见过。就她以前处对象的时候，你是见过的。嗯。没人说话。我都没看她。为啥呀？有点不开心，说实话。就是你姐有谈恋爱了，其实你是不太开心的。这人啥样？就觉得不攀，我都觉得，对我都觉得不够好。那你也不是说这个人的问题，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所以我们不太知道这种是什么感受，但是很羡慕。四季，咱俩是不是哪天聊过一回？聊来着，聊一次。说姐姐，哇，真的有个姐姐的感觉太开心了。但是长大以后，我就没有觉得她是我姐姐了。嗯，我觉得她更像我妹妹了。
就我就是保护欲了呗。对，就开始想保护我姐的感觉了。你没有想过吗？就是你跟这个，就跟姐姐一块长大，然后看到她，我因为其实我是不太敢想我姐嫁出去的时候我会什么样，那哭死！我看网上那都弟弟都哇哇哭，这么大弟弟不会哇哇哭，都是多大弟弟都哇哇哭。我觉得我姐姐，但是我小时候有一个我二大爷家姐一直住我家，她结婚的时候我也哭，是吧？都哭，就感觉这人要走了。对，我就看婚礼上弟弟都哭得老惨了。不行了，我现在都不敢想，我都不敢想，真的。但你同时也不期待你姐就是嫁人，不期待。那她期待吗？其实她自己也不期待啊。就这个、哎、这个事儿。那她把关你找对象吗？把关。她也能看上你找的人吗？互相。往往也看不上。也看不上。你俩就这样，你俩就是互相谁也看不上对方的对象，那这不都耽误了吗？咱就说也不，那可能就是以前遇到就是不是良人呗。对，就那会儿可能小嘛，对不对？找到的我姐就不喜欢。就你也会，比如说这个对象，你会不是正式的见家长，但会让你们俩互相就是先看到，会就是爸妈看不到的时候，就是现在是对，先让我姐，我姐也会看哦。先见一面，看看，哎，这孩子行不行？然后一块出去玩啊，能不能再往后看看？看完了以后带到父母面前，看看你妈能不能受得了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候都没有到我妈那一块，到我姐就是掐死，不行啊，行不了一点啊，就这样。来吧，那我们就不加肠了吧？还加肠吗？不加也行，加还有一根呢，剩一根肠，你看你要不要加吧？我觉得这瞅着像是事儿啊，滋水，是吗？可以了吧？我觉得行了，铁子。其实打小的时候，我姐就一直在国外嘛，她也不在我身边。后来不把你也带过去了？对，小的时候感觉她一走，我感觉跟拍电视剧似的。她走了以后。然后留了一件衣服在我身边，哎呦我抱着衣服哇哇哭，不行了，不真不行了，就觉得我姐，她要好久才能回来。拿个金牌吧，完咱还得拍照呢，你拿大牌。行，行事，拍这一块吧。好，齐活，我再给你拍个照啊。哎，第一张是不能用的。哎，这不出纸呢？有纸吗？打开。你来，你擅长的。不是，没有纸了。啊，好的，用完了。这江贤一来，雪琴啥也不会干了。哎呀，那可不。真是，哎呀，真是。哎。自己拍吧。你要跟他合影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看看，咱现在第一道是朱主席，就屈居第三吧，他啥也没做。他是带来的就不行。哎呦，往下拿一拿。对，这个拔丝地瓜烤冷面挺难分伯仲，他拔丝地瓜那确实不老成功了，嗷拔丝。是吗？像打仗，他第一次做打仗，那丝拔的能拔的，就是能适合的时间非常短暂，就是我们所有人在盯着，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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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会儿完了。